隔了好一阵子没到日月潭来了，水位比上次来时更低了一些，岸边就可以看到一堆小鱼。抵达九龙口已经9点多，天气很好，太阳很大，简单准备一下钓组就开始钓啰。手竿前些日子不小心弄断了，随便拿只竿子钓点小鱼过过瘾。小鱼抢饵抢得很凶，顺利钓上第一只珍珠石斑。可以清楚看到浮标被往下拉，要慢慢被鱼带走。顺利钓上第一只红魔鬼，远方船筏上也有一些人在做钓，换个地方下饵看看。被拖走的讯号，就试着开枪看看。七颗浮标球都被拉进水里了。珍珠石斑，小鱼多到随便拉都有。海边矶钓归久了，换来日月潭享受拉鱼的快感。
迷你的红魔鬼。算拉到你了吧，接近中午实在是有点热了，小水桶也已经装满小鱼，收拾好垃圾就回家处理这些鱼给猫猫们吃了。